拉照以前在新屋里是清洁员工，负责车身里面和外面清洁员工。我们清洁车厢里面呢，一般是从上到下，外边一样从上到下，天花板啦，还有空调拍板啦，这个窗啦，这个扶手啦，椅位啦，地板啦，这些拉环啦，是一个人擦擦半个钟你都擦不完。有时候啲乘客咧，土啲香好胶，好难搞噶，要擦好耐先擦得甩佢。即系有啲人半夜饮醉酒咯，呕出来嗰啲嘢咯，开始嗰时候自己感觉都系好核突。做呢份工咧，对我都有改变。我翻到屋企都会教下卫生，帮下老婆。以前我冇教过嘅，佢都几辛苦嘅，自己觉得过意唔去啦，个心都会帮手教下啦。除咗巴士嘅清洁之外，佢哋仲需要处理其他嘅职务，大致车身状况嘅检查、汽油嘅补充，细致行驶里数嘅记录以及整理。甚至车身里面贴纸嘅松脱都要一手包办，小人物或者冇大梦想，但系佢哋嘅努力，佢哋嘅付出，亦都值得被看见。